接受祝福吗？你的对手放弃了本场比赛，干，浪费我时间，所以我再等25分钟，好吧，我们打一下天，我们打天地吧。那个我的对手弃权了，我们打一下天地，等等再来，我打重组哦，暖一下身。然后我们的感谢季啊，9月13号当天会有一些活动，会有戳戳乐，我们会有戳戳乐，就是现场就是抽有订阅的干爹，然后现场抽礼物，戳礼物，然后也会有那个没有到现场的没关系，就是我们大奖是没到现场我们还是可以抽，然后目前还在陆续谈奖项啊，所以我还没有确定总共有什么东西，所以我一直没有公布。可能会加码一个耳机，可能会，但是我还没收到，所以不确定。那应该是这一两天会寄来，那看一下那寄来的东西有没有耳机，有的话就可以拿来当奖品。还有戳戳乐，不是那个戳，是戳那个戳，是那个戳，你知道吗？把人家戳一个洞再戳。我想说，然后那个阿吉刚有加码一个面具，抽到了算你衰啊，因为你的机会就刚好就没了，你知道吗？每个人只能抽一个奖，那、啊、你抽到阿吉那个，不要哭哭，不要哭哭。靠，我这面具超屌哎、欸！这是你知道去 Pink 展的，很多都是为这面具去的吗？好，这是阿吉从美国带回来的、哦，我跟你讲，喝过羊水了。这鞋子都没有好不好？这个面具喝过羊水了。开玩笑，那我也抽面具，好啦，四货的会觉得不错啦。不喜欢的人抽到就觉得干阿吉操你妈的，就是你害我抽不到大奖。9月13号哦，9月13号，好。那没意外的话，会是晚上10点半开始。那我在10点半之前，我就会先开直播，然后我们10点半开始戳，好。先慢开始抽，抽到可以放弃吗？可以啊，你抽到你不想要，你可以放弃啊。我们会感谢您慷慨的解囊，慷慨的捐赠。哎、欸，不行、啊，阿吉的东西不能放弃哦。我跟你讲，放弃视同你这次就不能再抽喽。你们有参加过尾牙吗？你们参加过尾牙吗？那个抽奖抽到你说我要捐出来，那你就没有再抽奖的机会了哦，是这个意思哦。不是说你放弃了你就还可以抽别的，不是，哦，所以说那个算是比较惨一点的奖品啦、啊，就像尾牙那种，你知道尾牙有时候不是会有那个安慰奖吗？你没抽到，他还是给你3000块，但是他那个奖下面有2000块的哦。对，我有一次参加尾牙就发生这种事，他里面有个奖项什么2000块奖金，很开心，就最后没有抽到，通来柜台那边领3000块，干那个人超闷。